70年代台湾的登山风气盛行，在中台湾雪山山脉的吉棱上，一座尖耸独立的鸢嘴山，一座宽广体盘的烧来山，一尖一宽，隔安咫尺相望。因为大雪山林道的开通，使得鸢嘴烧来的连棱纵走成了当时最热门的行程。直到今天，自然的步道上仍然开着奇异的花迎接来客。鸢嘴烧来步道多样，各异奇趣，由登山口到棱线，旅人能体验出步道设施的活泼与周详。文明的受棱步道上，旅人懂得放慢脚步，每一步的踏出都能扎实稳固地与自然结合。山不在高，却有着一股魅力，吸引旅人前仆后继，用近乎朝圣的姿态走过它绝美的天梯石栈。从大雪山林道27K 附近抬头仰望，一座陡石峭立、微风高耸的山头如比书天般拔地而起。对周遭高度相差无几的山岳来说，这座山峰显得特立独行。若非亲自登高一探，很难想象除了山形独特外，它还蕴含着丰富的内在。旅游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选择鸢嘴烧来山县道健行，绝对是一种华丽的冒险。这里就是登山口哈，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大雪山林道27K 左右哈。那你可以从这个登山口，那走上去的时间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鸢嘴山。啊，如果各位体力好的话，可以再继续往前，一直到我们的烧来山，然后再到我们35K 往下。那在这一条国家森林步道哈，主要的是以一个顶尖的一个步道，那这个上面走上去，那展望非常好。在不同的季节里面有不同的景色，因为这是一座比较难得的一种中级山里面的一个尖山哦。那这个尖山里面，我们就是要登顶之前会有一个类似攀岩的一个动作，比较惊险刺激哦。好，如果说是小朋友或者是比较年长者哦，到爬到这座山的时候，请注意一下哦，因为这个地方需要一点握力哦，所以大家到那个地方肯定要稍微小心一点。开始爬升，我们开始都是栈道哈。前面这段步道好像都有做一些整建哦，因为这个步道算是在从登山口到岭线上面算是比较陡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为了人员的安全哦，那我们会做一些设施，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哈，我们做了一些阶梯式的一个整木，然后让民众来走。这个除了比较安全以外哈，可以防止那个土石的冲蚀。那像整条步都有铺出来，说到岭线上就没有了。没有，我们原则上就是以一个比较陡峭的地方来做设施，那其他一般比较平的，我们把它列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步道，让大家走这样子。早年攀登鸢嘴山，大多由横岭山隧道口上方进入。如今，尽自然工法的步道完成后，登山客及旅人们可以避开隧道附近塞车的危险，经由新登山口安全登山，并进行一堂精彩的自然课。水晶兰，可以来看一下哦。哦，这个植物不是说我们想要看得到就看得到，因为这个要配合雨季啊什么的，刚好有那个机会哈。刚好我们前几天有下雨，那刚好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它长出来哈。这种水晶兰植物它特殊的地方哈，像我们一般植物像这种绿色植物，它本身都有叶绿体，它可以行光合作用嘛。啊，这个植物的话，它并没有办法自己行光合作用，所以它是以一个寄生的方式，它寄生在别人的那个寄主上面。它比如说底下有个根什么，它就把它吸着在上面，然后吸它的养分，然后它成长。哦，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在森林里面遇到它算是蛮惊奇的，就是各位还蛮幸运的哈。那它在阳光下哈，是亮晶晶的感觉哈，会有那种很漂亮哈，所以我们叫它水晶兰。全身洁白晶莹的水晶兰，叶片已经退化成鳞片状。然而，鹿蹄草科的水晶兰其实和兰花一点关系也没有。
半腐生性植物的水晶兰喜欢生长在幽暗的林下，从腐烂的植物中获得营养。这片蓊郁的森林正好成了天然大厨房，森林不仅供给了林下植物成长的来源，在许多绿意掩密的小角落里，动物昆虫们正忙碌地采集食物。稍一停下脚步，可以发现步道两侧木盒扁球形的果实，以及有壳斗包覆的苦扁桃叶石粒，都是松鼠及啮齿类动物最丰盛的美食。我们这边已经到林线了，那地上有一些杜鹃花了哈，我真上林线了，哎，上林线了。那我们从这个地方下去，可以再回到我们那个从那个横岭山隧道口那个地方。那我们往这边走的话，可以到那个边嘴山。那待会走的步道都是在林线上的。哎，待会我们都是沿着林线上一直往边嘴山走。好，那沿线大概可以看到一些像二叶松啊，一些还有杜鹃花哈，台湾杜鹃哈那些盛开的一个画面。我们这个扁嘴山这条步道哈，那这个季节来的话，大概主角应该就是台湾杜鹃，没有错了。三四月间来到鸢嘴梢来，台湾杜鹃正以一身淡雅青装，粉白了春末夏初的青绿山头。而花季已逐渐进入尾声的埔里杜鹃，临走前最后一抹花颜，丝毫不逊色地惹来花间蝶舞。热闹的不仅是枝梢树头，走在台湾杜鹃高大的林下，纵横交错的根节有如童话故事中的一夜森林奇遇记。林相随着地势正在改变，而步道开始了新的挑战。好，那我们开始哈，开始要走这个比较陡的话，要注意一下哈，拉绳子，这是开始比较陡峭了哈，那大家注意安全。哇，刚过了0.5K哈，现在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一小片的台湾杜鹃林？这边都是台湾杜鹃的，对，哎，可以看到哈，这整片的全部这个全部都是哈，比台湾杜鹃完整。不论台湾杜鹃或者埔里杜鹃，有花拂面是一种浪漫，也是一个难得的闲情。不同季节，山林里的花草石木总是一身盛装，出席这场森林里的时尚。哦，这个平台我们除了可以展望中央山脉以外，那我们最主要是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森林的一个层次。我们一般很难得看到树冠的一个景象，那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整个树冠层的一个组成哦。比如说像我们看到最上层的这个是台湾二叶松哦，那我们再往下一点可以看到鼠豆，然后看到南竹，还有大头茶，然后以及地被植物，这样整个一览无遗哦。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欣赏到一个四季的一个推移哦，可以看到四季不同的景象。那现在这个季节是属于一个开花的季节，像我们像二叶松现在正在开花哦，那还有像鼠豆正在展叶，还有我们的玉山假沙也在现在目前都是花苞期。我们以上层二叶松的植物来看哦，我们看到它这种植物是雌雄异花，那是雌雄同株哦，就是它在一个雌株上面有雌花也有雄花。好，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那个是它的雄花，然后它是负责产一些花粉。那我们再往上看，它的上顶端那个地方有那种紫色的，那个是它的雌花，它那个形状有点像，已经有点那种球果的那种雏形出现，有没有注意到？吼，它在同一个植株上面都有两种不同的花，这样。这种植物是靠风来传粉的，好，那风吹过来，它这样，它就靠风的传递，然后就授粉，授粉它就慢慢长大，然后就会变成球果，球果成熟之后种子掉下去，它的另外下一代又上来，这样子，它这整个的一个世代的循环。除了展望平台的瞭望设施外，林务局东势林区管理处在步道中途贴心地设置有凉亭，让游人驻足小歇。一路有花相随，停走间油然升起风雅诗情。然而储备了充足的体力和胆量后，离开凉亭，一条峥嵘的路即将铺展而上。好，我们接下来这一段路但是一直到山顶都是一个沿着峭壁走的一个比较危险的路段，那请大家各位走的时候要集中精神，然后小心的走，然后不要急，慢慢的走，直到完全安全到达山顶。现在要手脚并用，上面起雾了哈。
选择开车前往鸢嘴烧来步道健行，北上或南下可经省道三号公路抵东市，开始直上大雪山林道，之后于27K 横岭山隧道口附近约200公尺处新辟的步道登山口开始健行。不论是由鸢嘴山或烧来山的步道出口下山，都可经由35K 收费站续行至43K 的鞍马山庄，继续旅游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大雪山林道行前详细路况可咨询林务局东市林区管理处。